改变可能很多。克制克制克制，冷静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每次讲都会想哭，但是没有，但是我真的跟你讲，你在那个最后那支舞的，就是付出的多，勒索是我那一支，你前面的表情超级棒，对吗？我棒到连老师都在讲说你那趴表情完美。好，在一起。原子加床演唱会黄牛票加分三倍，夏普阳哽咽，陈俊廷给爱的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原子少年。选秀节目《原子少年》加场演唱会将在7月16号登场。没想到啊，9号售票第一天就出现黄牛票，原价5388元的 H 位置卖到16000元，直接翻了三倍，纷纷前往要顾好荷包，理性追星哦。当下其实我很想跟老师说，要不要把我的位置让给其他人，因为我觉得土星的其他人，他们也应该要被看见。但是看到唐丽杰在天王星，当下其实我们两个分开以后，我们两个都很沮丧，说好要一起拼的，怎么会被拆开了？但是看到他在天王星过得好好的，就觉得哦，那边好像蛮适合他的。但他一开始进天王星没有很快乐、哦，他一开始是边缘人，他边哦，不然其实我在地球的时候都很担心他到底快不快乐。听说他在天王星担心你在地球快不快乐。好，在一起，好。我先说我的专长本来就不是唱跳，我专长是戏剧。其实我从一公结束以后，我就很想放弃。这段期间，我敢保证，我在家里，我基本上我每天练，我都练至少2-3个小时以上。我这一年，我是真的很努力的在付出，然后得到的成绩就是这样的时候，哇，那时候整个都凉一半。俊廷是因为他在团队里面，其实看得出来，他就是比较活泼、比较搞笑的。我从那不是搞笑，是综艺。好，综艺，综艺。我觉得我在团队的定位就是必须要给大家更多的动力。但当我如果失去动力了，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点，对对对，跟着一起低沉。我不想要做那个老鼠屎。只要有支持我的人，我就会更想要努力下去。尤其是我妈，就会想要。就证明给他看，你选择是对的，你让我来，就是没有让你失望，这样。不要哭哦！你要哭了啦！你妈妈不是在做一个超漂亮的你的？对，她突然就从包包这样绑一个超大，然后淋浴加还会发光，超。哆啦 A 梦。非常亮，超级亮，真的很亮的。我一直觉得我好像就是，舞蹈实力好像也不错，然后舞台也会有表演，可是其实我的表演都是不太能被大家接受，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很多很油很凶，都是不好的形象。我觉得杨妹妹们蛮能，就是接受我的表演，然后我有试着就是改变可能。很多，克制克制克制，冷静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每次讲都会想哭，但是没有，但是我真的跟你讲，你在那个最后那支舞的，就是付出的多，勒索是我那一支，你前面的表情超级棒，对吗？棒到连老师都在讲说你那趴表情完美。好，在一起。